Hello， 观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宝星，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恐怖奶奶有趣视频。这个天气快热死我了，我要吃西瓜呀！奶奶，我开你车出去买个西瓜吧。不行了，我渴死了，救救孩子吧！兄弟们，你们喜不喜欢吃西瓜呀？我靠，家里居然有西瓜的！奶奶，你太坏了，居然藏起来不给我吃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啊？肯定想吃独食啊！兄弟们可不能跟奶奶学习哦，我们要有一颗懂得分享的心啊！奶奶，我让你吃独食啊，嘿嘿，我砸，给你砸个稀巴烂啊！我让你吃，咱们小声一点，他在午睡呢。哎，甜心来消息了，好心快开车来接我。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到啊，甜心啊，我来给你买西瓜吃啊，我们老地方见。老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哇，走了，咱们赶紧把车子修好啊。破车发动机坏了，刚才启动不了，咱们把这个板安上去，还有几个螺丝啊，再把汽油加了，咱们就可以走了。这辆敞篷跑车甜心肯定很喜欢啊，兄弟们说是不是啊？再把这个螺丝给它拧紧啊，我们就能发动了哟。最后一步把汽油加上，我们就可以溜了。哎，又来消息了，他是语音呢。你个猪头三，快一点，带不带我跳河了？这个使不得啊，甜心，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到。哎呦，婷婷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容易变脸啊？刚才还老地方见呢，这会就要跳河了。我这不来了吗？敞篷车就是爽啊，你们看多拉风啊。怎么开不动啊？咋回事？不会又坏了吧？天哪，我刚修好的。嘿嘿，那个傻子，轮胎被我藏起来了，你当然开不动了。什么？轮胎都没了？哎呦我的天哪，你个糟老婆子怎么这么坏呀？今天你就别想出去了，乖乖在写作业。哈哈，我还是跑了，没轮胎我也能开得动啊，只要把这个油门插到底就可以了，就是容易爆炸呀，我就有点担心。哈哈，炸了吧，你这个蠢东西啊，我炸不死你。奶奶你太坏了，我不出门了，作业不想写了，我看好电视了。我甜心，我错了。这什么电视啊？是我这个主人没称职，这么久以来都没有让你吃饱一次饭，都是我不好。这条狗怎么也叫甜心啊？苦了你了。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泡心，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娱乐游戏视频啊。刚才甜心是跟我闹脾气呢，不过现在应该被我哄好了。奇怪了，这个人声音怎么跟我喊那么像啊？感觉不太好看啊，这电视啊。好吧，那么你们如果下期想看什么电视的话，记得评论下面评论出来哦。今天还是需要大家帮泡心投票啊，赶紧进入泡心的西瓜视频主页为我投票，切记只有西瓜视频才可以啊，今日头条是不行的。没有进粉丝团的兄弟们可以在泡心的西瓜主页先进一下粉丝团再投票，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三倍加成啊，就是一票等于三票，再不投票的话泡心就要淘汰了啊。这个右边还有一个任务按钮，就是做任务啊，看视频分享评论都会有票的，当天票当天投完，记得不要存哦。感谢兄弟们了，记得全给泡心吧，我们下期见。